Yo yo yo, what's up, bitches？ 我是保罗。好，抱歉。今天非常兴奋的是，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个很棒的游戏，叫做 No Pomino League。为什么这个它没有它写的名字 ？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游戏是建构在这个旧的 No Pomino， 上次有介绍哈 ，No Pomino。之上，的一个新游戏，那它跟 No Pomino 差没有很多，差在呢，它可能会成为这个以后这个 Hard Drop 的高手聚集哈、的不二地点，就是这里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会有这个很好的配对系统，网上对战系统。他那个把 No Pomino 整个简化下来，然后这个做了一个玩家资讯页，然后有一楼排名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来示范，介绍给大家这一款游戏要怎么开始，还有它的迷人之处在哪里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取得游戏哦，还有这个注册一个账号。首先，我们到他的这个主网页啊，网址在这里 ，www.celer.be 啊，这个网站他就会介绍他的许多特点。然后我们来按最下面，最上面这也可以啦，你可以按上面这个 Start Playing Now， 或者下面的这个 Register Now， 现在注册。好，注册你就输入你要的使用者名称、密码、你的 email。你是男生女生，你的国家，好，所以如果你要看到中华民国国旗的话，不要选错，台湾嘛，对不对？台湾在哪里？好，台湾在这里 ，OK， 好，然后全部选好你就 sign up， 我现在已经有账号，我就不选了哈。好，然后一样到这一页，你有账号以后，我们现在要取得游戏嘛哈，你就登入，啊，这边右上角有登入，然后你就输入你的。名称密码，好，现在这里东西很多，我等一下再来介绍哈。我们先下载游戏嘛。好，这边你看到第一个格子里面，他有写欢迎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下载连接 ，download the game here。好，然后你就可以下载。好，注意现在我这个时候它还很新，它是 beta。所以希望大家都多一点人玩呢，当然是制作团队会比较努力的更新了哈。好，你下载以后就开启起来。好，我是 Mac 底下，我是要按 Play Slick。好，这样就进入游戏啦。OK， 再来我们要来做基本的设定。好，首先你要先把在游戏里面跟你刚才注册的账号连起来。好，我们到下面选 user， 好，输入你的资料，就是刚才你注册的一样的，好，把它放进来，这样子好。等一下你在这边做的事情就会反映在你的个人资讯页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看选项有哪些。好 ，keyboard 那当然是。你的这个控制嘛，哈，好，让我调一下 ，soft drop 是下 ，left right rotate left， 我是用哪个 ？left rotate right hold rotate 180 action， 好，一样嘛，哈，很容易改好你就储存跳出来。好，然后这个 tuning 啊，你这里这个方块的样式，我要那个在哪里？好，我要这个。好 ，dust 跟 repeat delay， 这我有讲解过嘛？这是横移的速度哈，那个下降速度是不能改的。然后 dust 是你按下，然后它开始冲之前的延迟。我是最习惯7，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如果还都没有试过的话，你可能可以用大概8开始吧，啊，
觉得不够快就往下降，操控不了就往上提，啊，越数字越小越快，啊，然后这个 repeat delay 是它那个冲刺的速度，零是即时的，啊，好，这个我之前都有讲过了，不过再来示范一下好了，哈，我到这个 single player 单人模式的 line race， 啊，这里你可以选你要消几行，标准的平常是40行嘛，哈，不过你也可以消20行、10行，甚至是100行，啊。我来用10行示范给你看。现在那个刚才那个 delay 是设置0嘛，哈，所以零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按那个它一冲就会冲到底，啊，会立即跳到底，像这样子，好，你完全看不到它中间的这个过程。好，如果你不习惯的话，哈，那你就可以把它设成像是1。啊，没有必要设更大啦，没有必要那么慢啊，所以一的话长得就是像这样子，啊，像这样子滑动，好，啊，我现在回去把它设成零，好，然后这不要管它，这个 auto 就好了，好，其他设定，keyboard tuning 其他设定，声音我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喜欢小声一点。稍小就好，好，一样，这个是你的预览要放在哪里，好，一般都是建议放在旁边啦，目前好像 top 会有那个显示问题，其他你都不要管它。好，那我们出去。好，基本设定就是这样，它目前还没有办法改变萤幕的大小，我这个时候啦，我这时候还不行。不过这是大家这个要求最高，所以它可能下一版就会有了这样。哦，刚才忘了说哈，如果你那个在设定里面改了东西的话，记得要按 Enter 来储存哈，不要按 ESC 跳出来，要不然它就不会存。好，现在让我来玩一个单人游戏，单人游戏里面只有冲刺模式哈，不过你可以选10行、20行、40行或是100行。通常最标准的是40行嘛，啊，我先来随便打个10行好了。好，结束。好，太12秒5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后面那个个人资料页。好，这边个人资料我先重新，图文不会讲 ，OK， 这里就有很多我的资料哈，我现在在 dashboard 第一页，然后这里有告诉你这个我玩了几场游戏，然后我最近最近所有的人的冲刺模式的成绩，好，这里可以看到哦，我在这里 ES2 Max， 刚才我打那一场 12.50， 好，有没有 12.50 这一场出现在这里？好，那别人打了多少你都可以看到，啊，然后这个是你的冲刺模式40行速度的这个进步的状况，然后你最近的冲刺的成绩。好，12.50，四行是最后一次12.50。最近多人模式、连线模式有人打的战绩。好，你还有你最近的战绩。好，然后 profile 这边的话呢，就有你的这个是 ELO 啊 ，ELO 的这叫什么啊？积分吗？啊，这个是你在大家玩多一点的时候，它就会渐渐的。应该是反映你的实力啦哈，这个成绩，然后你所有冲刺的记录，还有各种其他的，其他的你的游戏资讯，啊，你最近跟谁打的战绩，啊，还有这个你得到的成就，你得到成就会有一个徽章，啊，这些徽章，好，这边。继续的话 ，Sprint 的话就有10行、20行、40行的各种，非常细的资讯，像是最近的10次，
欸，不是最近的十次啊，十行。哦，好，这个是照时间排的，所以像是我刚才打的，可能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吧，可能是这一个吧。哦，对，这一个没错。好，所以这边会告诉你，就是很细啦，啊，不多说。你的战绩，你最近跟谁打了？打过以后，好像是你说哦，我跟这个是什么啊？什么蚯蚓？不是蚯蚓，蝌蚪，被蝌蚪电了啊！你要看看蝌蚪是何方神圣？好，你就可以看哦，它是1479分，然后它的 sprint 的速度。他玩的还不够多啊，这当然不是他实力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所以，这里有告诉你，你这一场一楼让你得的分数或是失的分数，哦，然后这个单场的场次，那一场的细节，他这里也会告诉你，啊，哦，这他是五场里面啊，放下的方块数啊，赢的场次啊，消的行数。好，等等，都在这里。我觉得应该是不止这样吧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这以后再看。好，这里有你的成就，你得到的徽章。然后这里以后是有比赛的资讯，哦，你可以参加各种比赛，都会在这里出现。然后这里有排名，哦，总排名，竞速的排名，我在哪里？哈哈，81名 ，OK， 还有这个 multiplayer 这个对战啊，哦，这就是照刚才的一楼排名啊，然后我在28好，然后它这是有你得到过多的分数以后，你就会进到比较高的联盟里面，像是这个是一开始大家都是 bronze 嘛哈，1500分的 bronze， 然后你升上去就升到 silver。蛮多人到 silver 了，哦，好，其他都还没有，因为还早，哦，这个也可能会，因为他们还在 beta 嘛，哦，所以可能会，可能会在某个阶段重置一下之类的。好，那最重要的当然是上网去找人给垫一垫啊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哦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太快了？好，我选这个多人游戏 multiplayer。然后好，现在这里先看一个东西啊，它有好几个不同的伺服器，一般都是第一个啦哈，第一个最多人。然后这里的按 connect 就进去了嘛哈 ，exit 就回到刚才的主萤幕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功能叫做 set to watch， 哈 ，set to watch， 你把它按下去的时候，它会问你哦，你确定要吗？好 ，yes， 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在平常你在玩单人游戏的时候呢，你看右下角。都会有一个数字，这边6/8啊，5/8，这个是，据说是现在这个伺服器里面，你刚才按 set to watch 那个伺服器里面有的人数啊，所以说你如果啊上去都没有人啊，你要去打一打竞速啊，然后冲刺模式，然后。你想要知道说啊有没有人进去了，你就可以把它那个 set to watch， 然后看这里的数字。为什么有两个数字？我不太确定哎，哦。好像说第二个数字才是现在线上的游戏吧？第一个是什么我就不知道，是不是在观察的人数还是怎么样？好，哦，总之好，我们按 connect 进去。好 ，connect 进去。首先最上面这里有两个 tab 哈，哦，两个，第一个是游戏。这里有显示所有游戏房间的列表，然后第二个是，所有在这个伺服器上的玩家，啊，右边的话当然就是聊天，啊，你可以跟伺服器上面所有的人讲话，好，所以当然一样，这现在只有 beta， 所以。Tourney 好像还没有什么东西啊，现在主要大家都是在玩这个 League 跟 Practice 啊，如果你按 League 的话啊，你就可以开始一场有算分的有这个算一楼分数的游戏，那 Practice 的话就是没有这样子，
好，所以我现在来找人跟我玩好了，不知道那个他在干嘛？蝌蚪在，蝌蚪要不要跟我玩？好，所以我要这个要不要计分呢？那还要说，男子汉当然是要计分嘛哈！来吧，来电我吧。好，这里他有说你按 S 键可以练习，OK。先摸一摸，好，你那个有人进来就会听到那个叮叮叮的声音，所以他已经进来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按 Enter 就可以。那个，好，他先按 Enter 了，所以右上角有一个倒数计时，我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内按 Enter 开始，这样。我按的话就是他的倒数计时。好，所以五场强五，好，谁先赢五场就赢了。能一边打一边说话，不过可能眼尖尖的人已经发现，就是呢，好像还是没有办法一边讲话，我感觉就是那个方方的威力不大。
痛！啊，惨了！抱歉，刚才那个影片那个声音整个烂掉了哈，不过那又不能重录哦，所以没办法，实在是应该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哈。可是没有，现在没有时间了。好，所以我刚才要说的是哈，可能大家不会听到的，就是因为杂音实在太大，就是那个你会发现 combo 在这个游戏里面有明显的被这个降低威力。其实 combo 过强这件事情，在这个 hard drop 跟在其他高手的圈子里面是，就是大家都是一致认为 combo 过强，所以像是 Nopo League 的话，他就把这个combo 的威力调整过了。好，这个是今天稍早的时候蝌蚪跟我试的这个。攻击力哈，他做 4Y， 然后我在这边看我这边增加了多少，好，所以这个 combo 一哈，一 combo 是没有加的，就是说你消一次以后马上再消第二次，这个是叫做一 combo 嘛哈，一 combo 是没有攻击力的，然后从二才有，二三四都只有加一行，然后五开始全部都只有加两行，我不知道接下去会不会终于到三，哦，没有试到那么远。可能没有，反正它就是0111222，所以所以这个 combo 变成，不太容易秒杀人。可是你这个丢过去一大堆很乱七八糟的垃圾行哈，还是蛮有威胁性的。只是你除了 combo 以外，你就必须要做一些自己其他种的攻击，要不然可能就是。要杀人真的很难的，除非他的 DS 很烂这样。好，我刚才可能没有这个比较详细的解释这里的操作方法哈，这里有房间的名称嘛哈，那就是如果你按 League 或是按 Practice 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创一个房间，然后这个你只要按 Watch 就可以进去旁观，按 Join 就可以进去打这样。那这里当然是人满了就不能进去。好，所以现在那个伺服器是跟以前旧的 Nopomino 是共用的，所以所以你虽然在这里不能创六人房，可是有你会看到这里有六人房，那就是那是用旧的 Nopomino 开的。那这是 beta 嘛哈 ，Nopomino League 以后也会有这种多人房的游戏啊等等。那目前的一些 bug 哈，有一些人会当掉什么的哈。那些以后都会修掉，然后还会添加其他必要的一些功能。那我是希望先跳出去 exit。我是希望这一款游戏能够成功啊，哈，我是希望很多人可以去玩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因为现在的俄罗斯方块界里面几个最热门的 TB、TF 跟 TOP、TB 跟 TF 都是官方的嘛，那它的。问题的话就是它虽然还不错啦，还蛮好玩的，可是问题就是它很 lag， 它效能不好，那很容易让你放错，然后又不是很好调整，然后又死要钱这样子。那 TOP 的话是可能是整体的品质最好，
可是呢，它有一点法律的问题，因为它是拿旧的 TOJ Tetris Online Japan 的那个它逆向工程的伺服器，然后做了伺服啊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用付钱啊，然后可以自由的玩的是这个原因。不过基本上是可能有一点问题的做法，所以我是很希望看到 Nippon Mino League 能够成功啊。我觉得他目前已经在玩一个很好的走向走了。好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来试试看。好，所以那我又会有蛮长一阵子不会再来做这个，没有办法来。做这个水潭的系列，那我在这里就祝大家游戏愉快，拜拜喽。